推板挑一件用推板，还不会发生改天推，波多客家公布天推，今不一拍嘞，二零二四国标三十来做主题改三十周年推起，希望天推再个航向下一站三十年。将来广播不是只有声音而已，我们以后会发往 podcast， 还有影片啊，然后你好像因为使用的一些媒体啊，去做发展。语言的问题系也系最重要啦，哎，文化依也系最重要，故所也系依照一样的睇方向来进行啦。推荐不同行还展出了天台韩国三十年的珍贵相片，韩国有很多的公布金钟的种的作品。另外，天台是推自己收藏的习惯改变，推中流行服务美工，天台出台为技术来推动韩国文化，能把上面为韩下的提法，因为对韩下多年的长进平台来奉送。